对Yanfeng来讲，我觉得创新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说只有在不断的创新过程中间，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。SABIC 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商，在去年他也获得我们整个集团的优秀供应商。我觉得就是跟 SABIC 的合作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基础层面上的提升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供货的这个状态。那么在 SABIC 跟我们合作的过程中间，比如讲说在伟明的这个材料 STAMAX， 它为我们减少了30%的这个重量。所以我觉得就跟 SABIC 的合作，一方面是我们有良好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性能，另外一方面也有非常好的及时的快速的响应，所以我觉得跟 SABIC 的合作还是非常愉快的。它可以改变生活，可以让我们更安全，更有竞争力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其实公司和公司之间其实也是一种化学产品，那么我们跟 SABIC 之间其实一个良好的反应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都能成功的一个关键。